各位龙兄小朋友大家好，今天来闪耀为各位做介绍的呢，就是 Figurize Standard 红莲骑士兽的宿主开箱。现在各位看到这个呢，就赖场已经宿主完的样子。那我们一样呢，一一的来为各位呢来介绍一下宿主完的红莲骑士兽呢到底呢是什么样子。首先第一个呢，一样的先从头部开始。好，这个呢就是红莲骑士兽的头部。好，各位可以看到说呢，赖场这里呢用了一些补色的贴纸，像是眼睛，还有呢头饰这边呢用的是补色的贴纸。好，那后面这边呢的金色呢是用喷漆的，是用喷罐的喷漆的。好，这个呢就是头部。那整个红莲骑士兽的头部呢看起来呢相当的有威严感。这个呢就是红莲骑士兽的头部。再来呢来看一下就是它后面的这个发饰。好，发饰呢就是像这样子。好，这个就是它的发饰。那它的发饰呢，其实呢是可动的，可以呢微调一些段数啊跟角度。好，这个呢就是它的发饰。接下来呢就是它的身体。好，身体呢就是像这样子。那身体的话呢，赖场在制作的时候呢忘记了，所以呢就先把这边呢补色一下。那补色呢有一些地方呢还没有完全清掉，就先拍成影片，那也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呢就是呢补色后之后的样子。好，那它整体的颜色呢其实是蛮素的，像这里呢赖场有贴补色贴纸。好，整体的颜色呢是蛮素的，那有一些汤口呢其实也是蛮明显的。好，不过呢这个呢就是呢这种塑胶材质的问题，像这个给各位呢也可以看到说呢有一些呢水痕在这里。好，这个呢就是身体。那接着呢来看一下手部。手部的话呢，这里呢 它的可动性呢其实是还蛮好的，像这样子。然后呢这里呢也有一段。好，手部的这里呢也有一段。好，这就是整个手部。那手部的话呢，它的肩甲这里呢赖场也是用喷罐的来喷漆。那各位可以看到说呢，这里的汤口呢其实呢清掉之后呢，汤口的颜色呢会有一部分呢看起来呢会有蛮严重的色差。那再加上呢这一次的汤口呢有一些呢开的位置呢都是有一点明显的。好，所以呢就看呢各位呢也可以呢试着呢就是再去用银色的喷漆呢喷上去，好盖掉汤口的痕迹，或者是呢用稍微补色的方式呢把它补掉也可以。好，像这边的汤口呢的色差呢就蛮明显的。好，这个呢就是手部。好，接下来呢这里呢就是他的左手。好，那他的左手呢其实呢肩膀这里呢也有一段是像这样子。好，那把玩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好，手部就是像这样子。好，接着呢来看一下腰部。腰部的话呢就是原本的样子，原本的成型色呢就是像这样子。整个腰部的造型呢相当的利落，有棱有角的线条感呢也相当的好看。这个呢就是腰部。好，接下来来看一下腿部。好，腿部的话呢它的可动性呢是像这样子，可以各位看一下。好，腿部呢就是像这样子。好，然后呢脚踝这边呢是可以呢往下压，像这样子。好，这个呢就是腿部。腿部的可动性呢其实还好，但是呢可以做出的比较有角度的呢就是像是这样子呢把膝盖呢顶出来。好，然后呢脚呢也可以呢脚踝这里呢也可以呢往下延伸。好，那整个呢里面的造型呢也都做了蛮仔细的，各位可以看一下像膝盖里面。好，像这样子。好，这个呢就是腿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的武装。首先呢就是这个圣枪。圣枪就是像这样子。好，圣枪呢他呢到时候呢是跟手部的零件呢做替换呢来做使用。好，那整个圣枪呢是可以拉开来的，像这样子。这边呢前面先拉开来，两侧呢稍微打开。那这个呢让侧边的这个呢刃状的零件呢可以呢往上带。像这样子。
这样子。这里的把玩的时候特别小心一下，就是它的卡榫呢会不会被折到。好，像这样子呢，就是把圣枪呢展开的样子，两侧的刃状呢把它拉出来，那下面的刃状呢就往下面做延伸，这个呢就是圣枪的造型。好，那再来呢就是圣盾。圣盾呢原本呢它就是像这样子，那后面呢有一个机关呢，是呢你只要呢把它拉开来转开来，从这边呢转开来，好，好，转到定位之后呢，这里呢就可以拉开来，像这样子，圣盾呢就会变成像这样子，有火焰形状的类似火焰效果的零件呢在周围。好，那呢也可以呢再收起来，把它推回去，这里呢把它推回去就可以了。好，这样子呢就收起来了。好，对，就是圣盾。那再来呢就是后面的披风。后面的披风的话呢，它呢是用纸的材质呢来做呈现。好，后面的这一个呢有纹路的地方呢是外面。好，然后呢里面的这个呢是亮面的，两面的材质呢是不一样的。好，两面的材质呢是不一样的。好，那外面呢就是雾面的。那这样子的披风呢，其实呢是蛮好看的，只是呢各位呢在折的时候呢要小心呢，不要折错面或装错面了。说明书上呢会跟各位呢说明了哪一边呢是里面，哪一边是外面，所以呢各位呢就按照说明书呢来做组装就可以了。那再来呢就是它的这里呢是有可动性的，像这样子，它的呢披风的两侧呢是可以展开的，也可以呢往后拉，好，也可以往后拉，像这样子。好，这个呢就是这一次的披风，就像这样子。好，披风的造型呢是相当独特的。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次呢红莲骑士兽的宿主开箱。那接下来赖赏呢会来继续呢进行补色，各位可以看到说呢这呢是他的补色贴纸，那有一些呢赖赏呢也使用过之后呢就没有再使用了。接下来呢剩下要补色的地方呢，其实呢就只剩后面这边而已，后面这几个地方呢赖赏呢还在考虑呢要不要来进行补色。那如果没有要进行补色的话呢，赖赏接下来呢就来开始进行墨线，然后呢就会来拍完成开箱的给各位看。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次呢红莲骑士兽的宿主开箱。那喜欢我们的朋友们呢，别忘了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呢订阅，并且呢打开小铃铛。那想要第一手得到海面讯息的朋友们呢，可以到我们赖赏 Game House 的 Facebook 粉丝团按赞。那我们今天的宿主开箱呢，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各位有 GH 的朋友，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